是What the fuck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可以再一次吗？从前奏再一次好不好？你小心一点，你回去死定了。等那边。希望寄托在另一个时间里，然后才能面对这残破的生命。有谁要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？我们又学到了什么生命的意义？他们说让快乐世界毁灭吧，他们说没关系，他们说没关系，他们说让快乐痛苦都被遗忘吧，他们说没关系，他们都不在意。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，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，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，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。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。谢谢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